老年、中年以及青年，还有幼年的小朋友一起来参与到我们淡水大拜拜的一个暗访绕境。我们再一次用掌声感谢我们淡水天价馆带来的精彩的表演。好，那我们现场呢，这边由我们淡水青保义的发将团，我来做接驾，也是我们淡水的好青年发将团。Thank you.